对，保持手型架住，下巴壳再抬一点，对了，后背脊柱往上立。五六，我叫 Kelly， 中文名字叫李浩星，这是我练习中国舞的第六年。中国舞包含了民族舞和古典舞，而我跳的舞蝶就是一个经典的汉族舞独舞曲目。以前妈妈告诉过我，中国有56个民族，其中有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舞蹈。老师说，这些舞蹈动作的灵感大多来源于人们的生活、风俗、环境、文化和信仰，所以每个民族之间的舞蹈都有着明显的不同，但是他们无一例外的都将最真切的情感、理想和愿望寄托在舞蹈中。舞蝶顾名思义就是飞舞的蝴蝶，它讲述的是一位可爱活泼的少女与蝶共舞的故事。蝴蝶生动的形象通过挥舞的扇子来展现。这个舞蹈整体的氛围是欢快活泼的，所有的动作都讲究一气呵成，需要极强的爆发力和控制力才能跳好。跳好中国舞最重要的就是动作和表情的配合，讲究的是身韵结合，形神兼备。在跳舞蝶时，我将自己想象成与蝴蝶嬉戏的少女，身体轻快，无忧无虑的玩耍，这就是我能全程保持笑容的秘密。老师说，这个舞蹈仿佛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，无论是他的动作、节奏还是服装，都与我不谋而合。成绩和荣誉，这给予了我更多学习的动力。我很享受在舞台上一展风采。除了练习中国舞，我还喜欢和妹妹一起唱中文歌，顺便还会编一些舞蹈动作来配合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我和妹妹在选秀节目中一起跳了 hip hop， 她有着跟中国舞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背景，老师用的中文音乐来教我们跳 hip hop， 这让我对 hip hop 产生了很多的亲切感，同时也因为我已经有了舞蹈的基础，所以学得很快。我喜欢中国舞，除了舞蝶，我还会跳优美的敦煌舞和潇洒的马舞，因为我和妹妹都是骑马爱好者。老师和妈妈都说，中国有很大的草原，很美丽，希望有一天我能在中国的草原上骑马驰骋。在2017年，
我去中国参加舞蹈比赛时，去过上海和广州，认识了很多和我志同道合的小伙伴。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我能再次跟他们一起相约中国。